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，崩坏星穹铁道 2.0 匹诺康林战利品宝箱175个全收集，折子小鸟60个。今天来找一下 2.0 版本匹诺康尼的全宝箱收集，同时这一期视频呢也会包括60只折子小鸟，然后一个视频带大家全部找完。首先我们打开力度，传送到白日梦酒店的现实。我们来到酒店大堂，传送过来以后呢，右转往东北方向，就往点这边是第一个。接着回头，先回到传送点，然后继续往西边走。嚯，西边这里是第二个卡兔兔，都归你吧。然后回到传送点，接着往北边这里走上来，然后右转往东边走，可以贷款入住，而且走过来以后呢，在电梯这里左转，这是第三个抽屉，然后还是传送回酒店大堂。这一次呢，走左边往西边走，小样人脸识别失败，什么户也是在电梯这里，这一次右转，这是第四个一电停车，或许对你有用。然后来坐电梯，梦里的神拉到电梯后面，这里也是第五个。然后继续往南边走，从南边走过来，这边是第六个。然后继续再往东南方向走过来，这里也是第七个，不要紧。然后继续再往东北方向走，这里也是第八个。然后打个地图来到下面，传送到贵宾休息区，传送完了以后呢，左转往东边走，绕到沙发的后面，这是第九个，或许对你有用。然后接着走出来，再往西南方向，这是第十个。然后回头，这里先上楼梯，上来以后呢左转，然后再上一个楼梯，再左转，这边是第十一。然后原路返回，这里往东边走，从东边走出来，然后向左边看，这是第十二，上了年纪怎么都睡不都归你吧。然后接着再往西边走，上一个楼梯右转，这里是第十三。然后还是来到岔路口这里，向西边走，走过了一个房间，左转，在这个房间里面是第14，或许对你有好。先走出来，然后还是往西边走，我明明放兜里了。然后又过一个房间，这里左转，然后点开门，走到贝壳这里，然后左转，这是第15。然后还是先出来，出来以后呢往西边走，走过来再向北边看，这里是第16，都归你吧。